爸，我爸在变安呢，我就跟阿姐咧开讲啦，讲无两句哦，叫伊倒落啊，伊身体嘛讲哦，伊身体规组吼害了了，剩一口气啦，我是甲你讲过，结果什么嘅，你，爸，你一定要坚持落去啊，你放心，我会替你找上好医生，互你食上贵药啊，我还袂互你活命。 你的命一定会给我留落来，有听到无？有听到无？我你健健康康的，敢是我有听到无？爸，爸，你讲啥？啊？讲个大声！我要来偷你的命！啊！啊！ 爸，爸，救！我不是你爸，我是你太太。可笑你！你还活到水底，不见尸骨，害怕个不见天地，连我哪里都我都不知。我刚才我今晚已经死了，我要等个死你啊！你把我爸杀了！这把棍还要给你爸。 我最后一最后一口气，有亲戚甲你第二，我都要顶到这口气。你救救我！弯腰条，坐腰子，因果报应哦。给你打。哦，我打，不过我嘛是不够，你救你，这，你甲你讲的哦。 誓言已了，汝一心清凉，你都信服，就连你得到阿弥陀佛的慈悲接引，超生善道，我永远袂轻。我处理。 帮主宰，你们怎处理？啊！主持人，你为非三族兄弟来哩，我让无你话，死人的你死，更好忏悔。不客气啊！那么恁爸爸的鬼真正好人提走，把恁爸爸挖落来，我的心情。 你帮这三乞手，哼！阿内爷不？乞手只是礼赠，爱情这条线，就爱拼命来赢。你，你。 哪里走？你袂当讲话无算话，你讲话敢无算话哟？哈哈哈哈哈哈！